烤肠，烤肠，我有一盘烤肠。烤肠，烤肠，我也有一盘大烤肠。大烤肠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还是我的小烤肠好。你可拉倒吧，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蒜。你可拉倒吧，一看你的烤肠就是生的。你看我的烤肠，你看这颜色，一看就比你的好。哎，要不咱俩交换吧？这可是你说的，换就换，拿来。吃烤肠喽。啊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假的，也是假的，塑料的，上当了，我不干了。刚才都换了，不许反悔。反正这个是生的，你也不能吃。我可以给它加工一下，做熟了再吃啊。这个呀是大嘴鳄家的火山石烤肠，这一袋呀是500克，里面有10根，一共4个口味：蒜香味、黑椒味、藤椒味，还有一个就是盘子里的原味。现在下单还多送5根哦，所以到手是45根，超级划算。放入空气炸锅，制作方法超级简单。出锅了，出锅了！哇，好香啊！快看，哇，好香啊！闻着就香，快看这品质，尝一尝。嗯，好吃。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。你们说我应该给他吗？